芒果综艺国牌研究院，你邀常驻嘉宾有杨紫、何炅、俞敏洪、黄晓明，主要是助推国货品牌发展的。二，酷网剧《饕餮娘子》主演暂定，张耀、张楠。三，电视剧《他从火光中走来》男主还是黄景瑜没变。 四，江苏卫视国风沉浸式推理秀2060博物馆奇妙夜，你邀嘉宾杨超越、单霁翔、龚梁、侯宁斌、黄渤、潘粤明、贾玲、杨迪、周深等。五，秦俊杰、阚清子主演的谍战剧《信仰》暂定，7月20日在东方卫视黄金档上星播出。六，倪妮有个费加罗的杂志带出，还有个海蓝之谜的合作带官宣。七，肖战的新香印纸巾代言，物料已拍。 暂定8月26日官宣。八，综艺《我的小尾巴》，你邀嘉宾应采儿、汪苏泷、谢楠、徐梦桃、翟子路，这是他恢复自由身的第一张专辑，对他个人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能不能让 Gloria 这个名字彻底取代邓紫棋，就看这一下子了。他这次非常舍得花钱 ，MV 制作很精良，专辑宣传经费也准备了7位数。 他的新专辑暂时定在下个月10号发布预告。他生日当天，正式发布所有音源。工作室最近帮他接触了不少打歌的音综，他会从里面挑一两个过去参加一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流行音乐人他应该要签了。三，朱朱的老公是古力娜扎前男友，他之前跟古力娜扎还合开过一家公司，分手之后就出来单干了。五，马天宇是最难约的艺人之一。 朋友给他打电话，无非就是三句话：没时间、没空、不在。六，刘浩存现在是没什么考编的心思了，他之前还想来着，他现在本来路人缘就不好，害怕又给自己惹事。七，黄景瑜不喜欢吃烤肉，他当初当过烤肉服务员。12，普通人去横店做群演，基本混不出来，各大影视城这么多年加起来几百万的流动群演，只出了一个王宝强，这几率比中彩票还低。